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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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
在拍那部戏之前，我是真的一点点都不会。那现在有进步吗？应该还不错啦，他连手语都会打了，他语都说男的，女神什么都会啦，手语可能还比台语好，没关系啊，走出这里，他语一定会进步的。没错没错，有没有看到我这个打扮？有有，蔡阿刚，哎，金城中学，哎，也承认打错字了，嘉义人嘛，脏话不熟啦，春江就是要来教一下那些人的经典台词，我们把它翻成台语。好，最经典的一句你记得吗？哪一句最经典？打口袋，对，打口袋啦，打口袋。對大笨蛋的台语怎么讲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啊、蛋蛋的台语，你最经典那句啦，什么土大乌公的？领星，本来就就是是是土土土龙公。啊，讲得好。没关系啊。哦，没关系啊，女神嘛，什么都好。女神什么都好。啊，我讲那口语话，领星本来这节台就是。我会不会？就是无彩钢。无彩钢。哎，对了，我终于在最后一集进步了。就这台是无彩钢。啊，无彩钢。无彩钢。哎、欸，我靠，教他多专业。专业，你说你说。人生本来就是做这代志，拢是蚊啊叮牛角。蚊啊叮牛角。蚊啊叮牛角。对，蚊子叮牛角。这不实用啦，这谁会讲啊？蛮可爱的、啊。对，蛮可爱的。啊，你拢是哎呀，叮牛角，牛角。你看，阿家要拍陈妍希啊，蚊啊叮牛角，无彩钢的。真正是无彩钢。实用啊。实用。这样是蛮实用。好，来来，我实用。阿伯，那演个桥段好不好？经典桥段，经典桥段，淋雨大笨蛋那个桥段，我们用台语演。哎，等一下，哎，为什么你什么时候晋级男主角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不是配角而已吗？哎，我也好歹演过电影。你那个那个角色连名字都没有，哎，那个没有名字的，真的哈，虽然里面没有名字啊。里面就演那个香菱，就是香菱啊，香菱正义啊，主角对，香菱正义，对吧？反正会说话。那我要演女主角啊！你又不能露脸，算了，来吧，来来来来，大家都一起来来，很多人想看的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很多人大头火同一个，来，大头火这个，超人啊！我有在这啦，我旁边有。来，我在这上，我当导演就好了。你哪是这个专业？凭什么只有来宾要出球？来来来来来。好，你们自己来。好，我 action， 我 action。好，你当导演。好，我当导演。我台语演的。好，一二三 ，action。你按照原讲呀，应该是。应该是。范杰叫伊无聊的医生。医生。把家己搞受伤，受伤。受伤。变台湾。对啦，我就是应该是啊，安怎？你袂感觉这个比赛不了意义吗？应该是。应该是。你讲我应该是。对，就是囡仔性。对啦，我就是囡仔性啦，我就是囡仔性，该爬你爬才久啦。啊，就卖爬。啥卖爬？我无来爬，我就是囡仔性，再爬你爬才久啦。哎，等下你笑啥？导演，导演有那笑啥啦？哎，专业。再一次。那怎么讲？趴趴趴趴，喝啊趴，轻声趴。啊，哎，叫大家趴。卖趴。哎，卖趴。卖趴。好好好。卖趴。卖趴。大家看到自己应该也会趴。破灭啊！没关系，我要出专辑了。专辑破灭了，听歌了，听歌了。好认真当歌手，对啊，唱歌就好了。哎，重头戏还没来耶！重头戏吗？我想说要结束了。没有呢，我们准备了 special 的淋雨桥段，对不对？大炮准备好了。那不是先破梗吗？啊，破梗那是啊。而且重点是怕淋雨就好了。重点他只想看我出糗。好，那我们接一下情绪吧。好的。哈，你讲我跟他是？是啊，就是。我就是跟他是在拍你拍这久啦。玩真的没有，玩真的，对啊，都湿了，你看看。对啊，你想试试吗？对啊，衣服没湿，遇水则发了，我是帅吧？对，郭富城的感觉。有啦，湿掉了。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，还是该……哎，那个地点。先拿一下。
哇呼！到了送礼物时间了，送礼物时间啦！非常的澎湃，马上变干了，你看。哎，怎么会这样？你追干了？这是先录的吗？非常的坦白。哦，那就是我们的女神，就是要送什么好料给大家？非常多。这是呢，要送我的首播单曲 ，Sorry。首播单曲哦。对，而且是只有在这里才有，在这里才有。你预购也没有哦。预购没有，买不到，买不到，这是买不到。啊，网络买不到，网络买唱片还买不到，买不到。啊，只有这边有。行啦啦啦，这么关照小弟哦。谢谢啦，送太好了。三份哦，还有加海报对，对，有加海报，还有签名，对，会签名，外面找不到的，别拿去拍卖哦，那个没去拍卖的不好意思哦，还有这边，加，今天的是复刻，哎，复刻版的，复刻版，复刻版的，对对对，哦，这个要签名一下，女神签名，价值连城，要签文明才是，哎，当然是签本名啊，签本名，签本，阿本神加一，大家都可以签，哦，真的，哇。什么意思？延禧，有延禧的，什么不是延禧？哇，复刻版的哦，好高级啊！谢谢谢谢。还有，最重要是观众们都很想要的，我们的拍立得哈。一二三，好，是，这个也是签名的哦。延禧签名哦，转签名有没有？看到很白哈，哦，脸色这么白，哇，要换签名了。好礼不断呐、啊！哦，最后一集还没出来，就现在你的脸上，这样也好啦，想大家应该不想看到我啊、哦，有签名吗？好、哦，再一个出来，哦，赞，好，你很棒啊！那希望我们的延禧这个几百万张就好了，对，随便几百万，随便几百万张就好了，词曲都是自己创作的，一般差不多了，词曲都几乎创作的嘞，没错，这是因为创作时间是很久啊，从2008年开始。2008年写到2013年了，哇！精华，一年写一首半。精神气的时候在那边想词啊，想曲这样子，随便几百万张啊。不愧是女神啊！对啊，演戏、唱歌、作词、作曲，哎，手语也会打嘞。你们一人买差不多50万张。50万张啊，喝啦，太棒了，今天都是一定好听的啦。好，感谢让今天演戏女神，感谢阿信的学台语。阿信的学台语，没有，下次见哦。再会。耶！出来了，耶！